子塞别忽略，伤脑危机要注意。开始想说他其实刚刚我们在蹭蹭蹭，然后也分不清楚他到底是过敏还是感冒还是干嘛。他本来鼻窦可能也已经有一些问题，后来他治完之后，命有捡回来，但是他回家之后他不会说话。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